他还说他喝醉酒，酒测值是零。嗯，那这让人家觉得说，那你这胡说八道乱讲嘛。嗯，那林杰利是伤得很重，除了刚刚提到说脑震荡、轻微脑震荡之外，他的那个肩胛骨都断裂的。我去看他的时候啊，他几乎根本连讲话都身体都会动，然后吐了好几次。那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事情四天前呢，在中正万华就发生过了。嗯，张荣法。张荣法，因为现在选举剩下最后一个礼拜，所有的各派都在拜票。那个双河市场是每一个人都会去的。那张荣法是先到，他到了之后，后来发现呢，大批人马就陈时中人马到了。那到了，他就跟他太太两个人呢、啊，那他就回头要讲讲说，就可能表达他的意思嘛，说我们万华蛮嘎，但不是破口。万华本来就不是破口啊，讲这句话也没有骂人，也没有激情，也没有挑衅，都没有啊，就十几个人就围殴他，啊，你个照片还要照出来啊，都短头发的，而且看样子呢都是有备而来的，就是警卫人，那个人选就像警卫一样嘛，去掐他猴那个猴子的人呢、啊，还是个女生，就像个女警一样，所以这个张龙法跟我报告的时候，都警察打他，说这个警卫打他，那后来呢，这个事情炮轰出来了。那个谁，那个陈时中的这个阵营讲说，那个谁打你我不知道啊，那跟我没有关系。他马上就切割了，他马上切割说这些人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人啊。然后那个我们谢其大谢完呢，就到警察局，到这个西园派出所。后来啊，果然他们出手打的是西园派出所里面的员工，还真的是啊。他还承认，局长还承认，是民警吗？警察，嗯。他说我们现在准备看这个法律上怎么来诉讼。那各位想想看。为什么会有便衣警察在里面呢？维护治安，那都是骗校委吗？那你陈时中大批人马进来之后才出这个事情的啊？那表示我们有很多大批的便衣警察在帮陈时中维安哦。我这是让我们这非常的诡谲哦。所以张荣法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四天之后，昨天这个林杰利呢在那拜票，还在派出所的门口拜票，结果有人打他之后跌倒。所以除了刚刚我讲说这个缝了四针脑震荡之外还骨折，这么严重的一个对一个候选人来讲，剩下两三天那怎么办呢、啊？啊、哦，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利用这个赵大哥的节目，我们要谴责暴力，我们台湾绝对不能鼓励暴力。你暗中的所有背后有一个黑手的，你一定要小心，不然我们台湾会出问题啊！你敢如果搞暴力的话，台湾一定会最后啊死路一条。我们绝对不能鼓励暴力。因为有了暴力之后就没有民主了，没有民主可言了、啊。你要通通要搞暴力，然后民主呢？所以我谴责暴力，非常严重的谴责暴力。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暴力都发生在我新党身上呢？前后四天都发生在我新党身上呢？我这新党总共提了十个，个个标标准准的啊。我们都说真话，从来不骗人的、啊，从来不讲假话的、啊，都规规矩矩在选举啊。从早上五点钟就出门了、啊，到晚上八九点才回来、啊，很规矩就在选举啊。我个人是把这次的选举啊，所有的细节我掌握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很规矩，可能有时候稍微激动一点，但基本上都在选举的范围之内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啊，这个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个暴力啊，这选举暴力都发生在我新党身上呢？是不是我新党最近有一点声量出来了啊？以前人家嘲笑我们说我们新党不见了，我们新党怎么会不见呢？我们理直气壮啊！再来，我要特别呼吁，你这个台北市政府市长在哪里啊？你警政署的署长在哪里呢？你总统在哪里呢？对这个选举暴力这么密集的选举暴力，一句话都没有讲。我都不想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政府啊？选举暴力难道你不要出来制止一下吗？你不要赶快让案子破吗？你后面到底有没有是黑手在那边呢？你难道不要处理吗？总统也没讲话，署长也没讲话，部长也没讲话，院长也没讲话，台北市长也没讲话，柯市长也没讲话。那我就不懂了、啊，说新党被打是应该的吗？那你鼓励暴力吗？那到后来。我们自己就内乱了、啊，在街上杀起来了、啊，打伐起来了、啊。我们可以鼓励这样的民主吗？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啊，要呼吁不能鼓励暴力，不能针对新党，那没有天良的。新党是一个好的党，这么好的党，我们还希望为2300万人做更多的事情。对，十个候选人打了两个，这比例赛很高了。江总怎么看？唯一的逻辑大概就大概不会是一些个别的太细琐的因素，因为林杰利这个情况就更奇怪。那。第一次看到有人没喝酒，但是说他喝醉的，那、大部分人都是喝了酒之后说没有喝。那第一次呢，测酒测零，他说呢我喝醉了，你就想他都是想逃避，那什么原因？当然进一步接受调查。但如果要有阴谋论的话，唯一的逻辑就是因为现在的蓝营的板块其实就是国民党跟新党这两块，把新党票如果太低，
对蓝营的选票的集中是很有帮助的。那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讲，我挑新党的动手是合逻辑的，把新党的一些要上不上的选票呢打高一点，让蓝营的选票再分一点。因为这次的市议员其实在当选边缘的其实都很紧张，因为那个票可能都非常非常近。那我不敢说这一定是这样，我只说如果从阴谋论，就是刚吴征点说为什么挑新党的动手，把新党票打高了之后呢，整体蓝营的选票分化了之后呢，你的当选席次呢是会下降的，那个是我唯一的逻辑。你认为打他是要把他选票打高？被打的选票一定高，要不然之前很多的新党，固然新党很努力的在跑，可是老实讲，知名度跟曝光率都不够啊。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